这里是巩义市站街镇七里铺曹沟村，张家大院。然后现在的话，正好这边有一个叔，他对这个历史比较了解，由他给大家讲一下。讲。这是一个二层小楼。三层。啊，三层的小楼。在这儿都能上。啊。叔，你说一下这个是啥时候建的呀？这个。我们是中华民国25年。中华民国25年建的。那比较有历史。这个是以前张家建的是吧？啊，对，张氏家族。张氏家族建的。咱能不能进里头瞅瞅呀？走，可以。你要领着你卖路啊，你领着我想看。没事，你只管往前头走，咱不。啊。弄你声音。这个建立于中华民国25年，张氏家族，知道吧？是。咱又不忘节气，牢记使命。对。这房子还有雕刻了，以前啊有，这个你看那还都有雕刻，对，花，哇，这后面两层阁楼，这雕花，我站这边楼上去，看这窗花非常漂亮，这是个两层的，窗还有这看那门儿。是，这个门儿非常讲究。这上面我看写的还有标语的，是文化大革命是写的吧？那肯定。哎呀，这建的时候可没少花功夫。这后面还有了是吧？有。你想要这？哎，都是标语。哇，这这后面也有一个两层的阁楼，上面护栏都是木质的，雕刻的非常清晰，非常不错。这上四楼阁楼上来，对，这下面还有毛主席语录，上面写的是毫不利己啊，专门利人，这是毛主席说的话。是，哇，这后面也有一个窑洞，窑洞上有砖雕。这都进院子了，这院子，这有一个照壁，这个照壁，对，上面写的是宗籍复印。哇，这个照壁中间这个雕花应该是以前掉了，要不然的话应该是更加漂亮。这都掉了，对。这上面是这个啊，罗艺自生存。对，罗艺自生存，上面都掉了，这面都掉了。原来它的两面都是这，这边这基本上保留了有一点，但是它原来都是这。是。这两这色都是这样啊。看着非常漂亮，这个照壁建的非常讲究。它这有的咋着吧？这都没刷出来的，要刷出来这花。是。那泥糊涂住了。对，这都是一般的文化大革命糊住的，我感觉应该是。那都是该是文化大革命那时候。是。你这这都糊住了。这上面叫带字儿的，都叫糊住。砖是那弄不掉，那都是泥糊住了。对，这上面那个前面是砖是吧？那等于都是砖雕刻的，我想。我今个见可多这种，像这下面这个，这是里面干啥的？到底供神了还是贡献？他这也是意思。咱不知道，咱那到一到这24祭灶，好像是，贴了点五谷丰登。等于祭灶神了。啊，对。咱这就是都行，都是三祭灶官那个。啊，他这，咱都是，主要是时间长了都没人管，你咱这样的都好好的。这雕的真是。没人刷这字儿，这都写的有字儿。这个雕的相当漂亮，不过上面那几个字也看不清了，都是土给盖住了。对。这个可以看见，这个是以幽人居，居人幽邑是吧？应该是从右面往左边念。幽邑。对。这上面你看，这中间的雕花都非常漂亮，而且这上面好像是，应该是道家的那个有符号，应该左右。它这是三德。这边看的都不是太清了。
土窝子肯定是山。对，这绝对是个山字。是不是啊？是是是。第二个字肯定是德，第三，第四个字是来，肯定。对。这上边是。北边是想来。对。这个字嘛，这来是该这来的，是吧？是。西。不是善结良缘吗？有可能。哎，那不是善字吗？善结良缘吗？可能善结良缘该是。对，不过是善，这建设通不好建，它顶上是等于后面的土着可结实，是吧？这边也有转角，上面刚才给这书探讨了一下，这上面几个字应该是家道安康，正好这边是猪窝。这肯定是猪。对，这是猪窝。然后这边去，这有两孔窑洞，这边说窑洞这个上面的字儿看不清楚了。这咱看看，研究研究。啊，这中间是这个路字，福禄啊，福禄，就是跟应该就是以前福禄祝寿那一类的意思，应该是。这俩字咱瞧不了。对对对对，前两个字就是福禄，看出来了。看着前头俩字是福禄，但后俩字说不了。对，这边还有一个，也有一个砖雕，这个砖雕上。也写了几个字儿，这今天温度太高了，手机刚才直接要，对，直接叫冷却。对，这现在看了一下，这上面写的是“雨太碎林”，应该是这几个字儿。拉近看一下，哎，让他们看一下。对，咱不敢这周，对，这周围的话都是砖雕，另外这个炫的顶啊都非常漂亮。看这也是有个侧缝，对，全部叫以前那个泥糊住了，现在有一部分砖雕也脱落了，看来不是太清楚。这一问也是，也就是从进来这个主卧开始先一个招壁，招壁两边引导实现，主卧这个地就是说主房的话有两个，左右各有一个。那边的话有三孔窑洞，这边的话有四孔窑洞。以前建立的非常讲究，而且就是在山地上开的，就是在这个应该直立图上开的窑洞，非常不容易。